Hello， 我是 Jenny， 来自台湾，在 Nueva Lengua 学习有半年的时间了。刚来到这边的时候，一句西班牙文都不会，但是现在基本的沟通都不成问题了。学校的老师及工作人员都很有耐心，也很热情。那除了课程部分，学习语言，还有一些文化活动，例如跳舞、煮饭，然后还有去参观一些博物馆。那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跟着学校去做义工。那在所有的过程当中，我也很开心，可以就是当做一位摄影师，替大家记录所有活动的过程。很开心在这半年可以跟 Nueva Lengua 一起生活，一起学习。那也认识了很多的世界各地的朋友。